大人，药师头只发作啊！过嚟，过嚟。可治，头痛致命，此时此地就只有呢个方法先可以帮到佢。好啦，就依小姐之言。明朝一早，姊妹就陪同阿姐上京述职，所以看怕娘亲华诞之日未能亲自去娘亲拜寿，呢度有份礼物，系冯来出产嘅黑珍珠，望娘亲笑纳。子文同子健头先都送个贺礼嚟啦，你哋个个都好有孝心。娘亲中唔中意份礼物啊？你最了解你娘亲嘅心意噶，你应该知道。你娘親最想要的是什麼禮物啊？娘親，大人曾經下過一道命令，我們不可以傷害恩父。娘親都知道難為了你的，但是恩父是天生的狐媚子，每逢大人冷水浸頭就會思念他，此人一日不除，一日都是我們曹家的禍害。夫人，大公子是最孝顺你的，他一定可以帮你完成心愿的，你无需寝食不安。是吗？小姐，我和元熙虽然同具夫妻之名，但总算有一点缘分，希望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。亦希望佢下世为人，唔好再投身公侯之家，咁或者唔会再遭患祸，得享天年。幽能伤人啊，小姐你都系唔好再咁难过啦，滞又滞过啦，圈想你快啲开心翻啊！不如你睇下三公子嘅花簪啦，我知道佢一定有办法令到你开心翻嘅啫。只花簪今日未睇过咯，今日嘅菊花火锅就听日至食啊！咁我哋听日嘅玩意咪可以今日进行咯。轩轩，多谢你啊，但我真系冇呢个心情。啲嘢喺嗰边嚟噶，我哋过去睇下。原来啊，你哋喺度作怪，同我扫晒嗰啲唔跟你嘢走。系。你做咩啊？你哋唔好乱嚟喎！你都算黑心啦，胆敢喺度烧溪钱。我哋做咩关你咩事啊？呢度我哋地方嚟嘅，最可恶嘅就系你个贱丫鬟。系真好似死帮你小姐噶，咁啊点啊？喂，算啦，圆圆，唔好执啦。三表哥嗱，今次天王老子都保你唔住啊，同我拉佢两个翻去。系。啊。喂。啊。喂。我的手啊！唔怪之得我子桓话你系红颜祸水，细估唔到。你的良心真的毒辣成咁嘅，咪系红事撞白事，即系猜揾过你啊！我真系唔想噶，我真系唔知道今日原来系卞夫人你嘅手段。唔知道，唔知道你系唔会千唔拣万唔拣，偏偏拣就系今日先嚟烧元宝蜡烛香啦。边系拣嘅啫？今日系袁公子袁熙嘅美七啊！你系因家食我曹家嘅饭，住我曹家嘅屋，竟然够胆喺我司空府入边拜祭曹家嘅死对头袁熙，咁啊更加罪加一等啦！今次确实我一时大意，只顾念到我同袁公子曾有分文之约，但我只一心想拜祭佢，并无他意噶。咁小姐都喺梨香园拜为拜祭下，聊表下心意啫。梨香园系司空大人俾恩家安居之地，更曾下令任何人等都唔可以伤害恩家上下，特别我哋小姐啊。你讲够未啊？袁策如意用雷木滚石嚟行刺我哋大人，
虽然事败，但居心叵测。今日你拜祭佢，即系等于系同党，亦都要死罪。人嚟，家法事后，同夫人着责呢两个不知死活嘅小贱人，打死佢哋为止。系。卞夫人，呢件事与轩渊无关，你要打要闹，就揾我恩福一人啦。佢口出狂言，一样要打。冇错，帮凶影要罚，打。啊！你哋唔可以行私隐噶。因咩事搞到喊啼苦哭咁啊吓？妹妹你，我咧系嚟同姐姐你贺寿噶。哈，你两只嘢啊，一定激到姐姐好嬲顶啦！若果唔系，使乜喺咁大喜日子度搞到喊啼苦哭，贪利是咩？恩福呢个女人啊，敲制我姨妈生日，至嚟再成身扫服制佢恶柴元熙，红事白事撞埋一齐，你话咪打死无怨啦？我真系唔知噶。哎呀，你仲驳嘴添？点讲啊？你都系错噶啦，阿姐姐啊，其实你都无谓为啲人激心啦，激嬲自己咪盏谷气。冇规矩不能成方圆，我如果轻轻放过佢啊，司空府仲有体面嘅。我明白嘅，不过今日系姐姐嘅生日，生日亦叫做庆生。本来咧我就已经准备咗99只白鸽。99条鲤鱼为姐姐你放生，积翻啲阴德噶啦。哈，点不知咧？我揾极啊，都揾唔到只千年龟。不如就当佢两只嘢系千年龟咁放生佢啊，起码都系一场功德啊嘛。我谂啊，大人知道咗啊，一定好高兴啫，姐姐嗬。咁都好，攞个好意头啦，就当佢两只嘢系龟咁放生啦。放生两只咁多？哎呀，唔多噶啦。无量啊嘛，姐姐可杜鹃啊，系仲唔快带佢两只嘢走，费事喺度笃眼笃鼻啊！知道夫人，你两只咁嘅扫把星啊，快啲有咁远时躝咁远啊！千祈唔好再喺我夫人面前一味样样黑佢憎啊！系咧，妹妹，你又话唔多舒服嘅，怕姐今晚唔过嚟饮水酒啦，可家阵仲迟会迟早唔会早，校正时辰至嚟添。哎呀，今日系姐姐你嘅寿辰，咁大件事，我硬唔舒服都要夹起身同姐姐你祝寿啦。啊，崔府嗰边咧搭一台戏啊，而家你啖气又落咗啦，不如我哋过去睇翻场好戏，热闹下都好啊。行啦，姐姐。